男子情绪激动，竟对员警攻击，致员警受了面部擦挫伤及轻微脑震荡等伤势，讯后将依毁损、伤害、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民警询问过程中发现双方身上均带有酒味，经将双方带回所内再次确认案情，双方均表示为单纯的拉扯纠纷，无涉妨碍自由意愿的问题。赖女表示不会对同男提出相关告诉，全案民警依职权通报家暴，以保障赖女人身安全。